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是又是来购物的一天。我来到我们这边的一个 investment 底楼的这一个超市，买一点苹果，买了那红毛丹山竹，我妹女儿不要吃，她比较喜欢苹果之类的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是5.99哎，5.99一片，一粒好像是，我也不知道，5.99，这是怕重哎。嗯，好大力哦，韩国的也有中国的哈，我们看看吧。太大力是担心小孩子们吃不完，他们会形成这种浪费，算了还是不要了。我买这样的速度比较快，因为今天等下4点要回中心。这些一些肉啊，三文鱼啊，这里都有。今天我脚步会放比较快，刚才去了买了很多书，也买了跟妈妈一起吃午餐，还有妹妹的孩子，过后去买了一些布置给小朋友。那里有水，这是我们婆罗洲的水，就没有农夫山泉了。中国很出名农夫山泉，这边就没有哈。拿着水果走，没有，我没有拿着那个 trolley 推一把，还是推那没有拿着一个篮的，因为要买一些中心的洗地板呐、啊，然后学生洗手的啊的液体啊，洗手的液体，哦，这个人讲话也真的是越来越遭殃了，我的华语。啊，找到了有液体的地方，我买一个洗地板，我特喜欢玫瑰味的，来看我们的。马来西亚的，我找一个会比较香的，或者是可以喷的哈，喷香剂让它比较香，而且是擦桌子的。Mr. Master， 我看一下，多少钱？12.3，因为它可以擦掉桌子的肮脏。我要买一些喷的那个啊，这个像类似这样的。什么味道好呢？9.1。啊，随便，还是这随便拿，买一个便宜的就好了哈，可以拿来碰碰桌子一下。然后我也需要一个，有点难拿，电话又开。漂白剂，我通常会把漂白剂用来洗厕所，不知道你们用漂白剂洗厕所吗？这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干净，我在英国学到，我清理这一个 Marriott Hotel 的时候，都是用漂白剂来清理厕所。这个很大瓶，我是要那种2合1的，有2瓶的哈、哦，我看一下。看一下要怎样的，好随便吧，我的手有点满了。可是还要买洗碗液。好了，不拍了，我就拿这两。